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OK，我是冰冰妍，我今年34岁了，我结婚了，我有一个小孩，我的儿子是两岁了。2岁，OK。你在新加坡做工几年了？差不多6年，你都我是照顾阿妈的，照顾老人。你照顾过躺在床上的老人吗？或者 wheelchair 你都用过吗？有用过，因为我第一次照顾的阿妈是她船那，躺在那个船那边，她有那个，怕丢了，她全身没有没有走路了，这那个另外一个是，她用回车了。OK，你现在需要传子孙，为什么？因为我，今年我过来的时候，我照顾阿妈，连我照顾的阿妈是差不多几个月，连她走了，连我的老板介绍给他的朋友在那边，现在我照顾阿妈，连现在照顾的阿妈是差不多2到3个月了，因为阿妈不喜欢我，我做什么都她不喜欢。连阿妈不相信我，我做什么都她不相信，不喜欢，不相信，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连我跟我老板讲，因为阿妈不喜欢我，不相信我，所以我可以换工作嘛。连，我老板讲 OK 啦，你因为你太压力的话，你可以换，可以换。Okay, you can speak English also. Yeah, I can speak. Okay, are you good at cleaning the house? Yeah, I can. How about Yes. cooking? What can you cook? Yeah, I'm simple food and fried Nutella, fried veggie, fried rice, can cook the chicken rice, can cook the curry. Okay, how many off day you need every month? I need 2 off day. Two off day. Yeah.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